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庄。看，今天真是阳光明媚，风和日丽呀，气温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凉爽，特别适合干活。你听，大坤又开始嘎板子了，今天他打算把我们的工作室再改良一下。小木条都嘎完啦，准备再定几个呗？我得你改造一下。怎么改造啊？你看咱这屋啊，本来大坤整这个车库是设计为了给自己改车的，结果没想到你车友来改车也好，或者来玩也好，或者来探讨问题也好，你就整这个小屋太乱了。这大坤本来是个干净人啊，怎么能整成这样呢？是不是？再规制规制我呗。得给他整利索的。太，今天来时候都已经进不来人了，就是我收拾半天了才能收拾出这种效果来。我要改造一下。看看他一会儿能改造成什么样吧。这个气钉那么长呢，那么厚的板子都能穿透。这气钉是30的，三零啥意思？30就是长度30长，一般咱常用的气钉就是30的。3厘米呗。对，然后最长的是50的，这么那么长。长，对啊，天！把厚的东西用的，用这个的时候感觉好危险，不危得险。注意安全。有很多人就这个钉穿就从这穿过来了，哎呦我的妈！还在网上展示图片呢，手指头这块扎心了可钉，真大。扎了钉。心太大了。这个味道好久没有闻到呀，嘎破了！反了吧？放反了，真是的。逗人玩有意思吗？逗人玩有意思看你能不吗？能反应过来。大坤这个木工活相当可以了。还是小架给你做的板板上。反正带劲，板板正正，利利索索，非常带劲。但是顺序好像错了，这玩意儿还打不到墙上去了。看大坤这会儿的工具，往这搬的时候吧，感觉没搬来太多东西。你看一放在这儿，哎呦我天！你说没拿啥，没拿啥，也这么老多东西哈。你看这边，哎呦我的妈！这是干啥呢？两点之前找平呗，对呀，那你做东西你必须得整做的齐刷的哈。对，不能糊弄。哎，非常带劲啊！得挑选一下吧。选一样呢，那个刷完地板之后还用打钉吗？固定上，还得打钉啊？对呀，完事儿了。完事儿了。我的天，这怎么都倒腾出来了？哎呦，收拾咋样了？大手笔呀！这可真是大首饰了，这面全都给清空了哈。这个桌咋整啊？你来不说，要了，不想扔了？行了。它确实有点占地方。哎，这背个手在这，证明是收拾完了。哎呦，可以啊！哎呦，干干净净，利利索索啊！原来都进不去人，你看现在这块儿，老宽敞了，这块儿还能大跳，还能垫步，对呀、啊，这边多宽，都能转圈了。
原来这屋想到里面洗个手得迈进去。啊、嗯。现在你看行了，到时候下一步不是木工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把板子都可以立这块了，要不然主要是因为那个进料的话没有地方放板子。对。看咱打这个架，你从侧面瞅一下。哎呀，一条线，一条直线，看看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木工的基本素养，相当可以了。那多谢大哥拆这个地板了。对，非常好，整的板板正正。这你找点啥是一目了然，一看就看出来，非常带劲。这周过了，这周就正式开始改装房车的家具、木工这一套东西了。嗯，木工弄完了之后就上牌了，上完牌之后有些东西细节就可以再慢慢弄了。对，里面格局固定之后就上牌，还行吧？非常行啊！啊，非常带劲。莹莹的标志动作，莹莹的标志动作。行，回家吧。收工回家。今天这个干得非常好，看变化真是太大了。